这个是一台 10.4 寸 LCD 液晶萤幕的一个保全对讲，结合传统的保全对讲影视，还有一些所谓的智慧控制，还有家庭家电控制的一台智慧型的人机界面主机。那各位可以看到，这 10.4 寸除了萤幕大，然后操作像是以触控方式来做操作之外，就相当的方便。然后因为它结合了传统的影视对讲机，它结合传统的讯号，像类比的所谓的视讯，还有所谓的视讯，还有所谓的一些对讲的讯号，那就可以跟一些社区总机做结合。那当然我们还结合了所谓的室内电话的部分，还有所谓的行动电话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室内的分机的一些功能，还有透过行动电话的一些简讯的功能，达到即时警报的告知。那各位可以看到保全系统，你可以接上它原本内建的所谓的 8DI 的一个预设的点数，不够的话可以另外再做模组的扩充。那可以接上您的一些那种就是人体感测，或者说一些烟雾警戒，或者是一些瓦斯气体的一些侦测器，那可以达到它即时的一个警报，然后告知说做警报所有一个即时方便的一个效果。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灯光控制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接我们最新的 TC bus 的部分，可以做一个群控、遥控或者时程控制，让你人不在家里面，也可以达到一些所谓的一个节能管理，或者是所谓的远方遥控的部分。那家电的部分就结合了所谓的实体线路的控制，或者红外线发射学习的控制。那内建的界面里面就已经帮你设定好了，你只要透过学习您本身的红外线遥控器，或者本身它是发放的码，我们就可以一样做所谓的情境的一个控制，它可以一次发送多个一个实体控制，或者是一些红外线，或者一些群组的一些方式，达到最快的一个模式的一个选择。OK， 那再加上我们一些所谓的网路，或者是一些那种所谓的一些健康的概念，可以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人机界面，再做无限的扩充。如果有所谓的摄影机的话，可以结合即时的画面，利用 IP cam 的方式，将画面截取到人机界面来。那当然也可以透过 client 的方式，在您的所谓的远方的电脑 PC， 或者是所谓的手持式电脑 iPad， 或者是所谓的个人的电脑 notebook， 你可以透过 client 的程式，直接对这一样的所谓的透过一样的一个界面控制回来家里的一个所谓的人机界面。OK， 那可以达到所谓的双向控制的部分，那达到最大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益。那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台电脑，它可以及时做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资讯的浏览。好像如果有新闻，你可以连接到像雅虎的一些金融新闻，对一些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及时要出去，可能可以在这上面直接可以浏览到目前及时的资讯。啊，当然这个需要接上网络这样子。我们内部有内建两个网络 PO， 一个是内网，一个是外网。外网你就可以连接到所谓的一些 Internet 的一个即时资讯的部分。内网的部分你可以结合所谓一些社区公告，或者一些电子公告栏，可以将一些区域内或者是户对户结合户对户对讲各方面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群组的一个资讯的交流。